各位老师好，我叫刘哲毅，我的主题是梦想。每个人都有梦想，而我也有梦想。但这一句话被人们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诠释着，可真正有采取行动去完成自己梦想的人能有几个？包括正在看视频的你，是否也有许多梦想只是想想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呢？而我的梦想是希望借助主播新时代这个平台，让我的华文水平能有所提升，让我能够帮助华文的传播与传承尽一点点的绵薄之力，让华语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日益衰弱。希望老师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学习，谢谢。